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可爱的鱼啊。不知道叫什么黑的。Hello，大家南好，瓜这黑，里是你南们瓜最黑，喜欢的南瓜骑士黑啊，南瓜黑。卡哥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你们的大鸟卡。亚宁，臭不要脸。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你们最帅气的亚宁。强。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骑着卡卡鸟的强。怎么我感觉可以的，怎么我感觉小强的声音还是炸，对啊，还是很大声吗？对啊，有一点点，对对对，有一点点，没关系。来，那个我调一下吧。绿龟黑，绿龟黑，请叫我忍者神龟。绿龟黑。好了好了，那个咱们这期准备去搞点什么事情啊？我觉得要搞神兽，人多神兽了，人多力量大的话，要不咱们去先把那个什么海上平台搭出来吧。对，海上平台，走，找个海岛不就得了吗？对啊，你们 TP 我吧，我这边做了那个陆基点了 ，TP 我。但是也有材料啊，我之前还得找材料啊。材料我这边准备了一点，在每个人挖一点就足够了。木板可以吗？不行，要那个泥土跟那个沙子。那行，我去挖泥土，我弄把铲子挖泥土去。我对哦，对哦，我的，我也回去做一把铲子吧。回去。现在说话声音不炸了吧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炸吗？你觉得？多做点那个铲子回来。谁把铝锭拿走了？还有铁锭吗？我这里还有铁啊。我这里有金锭。我有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神经病啊！还骑着个鸟。谁啊？卡哥在炫耀。没呀，卡哥这种人的话，代步工具的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你懂的？OK， 带几把？我带了3把铁锹，够了，就已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够了。要不要一把？要，分一把给我吧。我自己做一把。来，我给你啊，亚玲，你在哪？我在做了，我自己做了。啊，你不要浪费材料好不好？不是，我有金锭，我做个金的。金的耐，金的耐久低啊，用一下就爆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以为逗你玩呢？哪有，我用了很久，你看弄很用了很久，几回蛋蛋，今天那就是最。我去挖泥土去喽。我正在挖。谁的庙啊，总是卡挖泥的。那个变态，有点小变态，这个东西真的是。底下那一层铺那个泥土，然后上面那一层的话是铺沙子。沙子的话要高，要那个平行，跟那个平行，跟水面平行。这是为了刷什么东西出来的这个东西？据说他们说他搭建这种平台，如果面积大的话，是会刷那个什么新增的神奇宝贝。到为什么听到这句好不靠谱的样子啊？我听了这句，他们说我就感觉淡淡的忧伤啊。不是，我感觉都已经够了，这里那么多了。我也觉得啊，反正我反正是有点信又。半信半疑的那种感觉，将信将疑。这是你线下挖的是吗？这不是你够了吗？对啊，哪里还够？你先要过去那个啊！哎呦，那多录点，等会儿多录点，等会儿那边有只什么？一只什么？等会儿，等，来，出来吧，我的忍者神龟。什么是你的忍者神龟？你那个必须得改名，你不叫忍者神龟，你叫忍者小龟。真是小，那么小的你居然叫他神龟？哎，等等，阿黑，你那个是不是忍者神龟？等等，我那个才是真正的忍者神龟，他那个。好，那你忍神龟来个手里剑看看。手里剑啊！来个分身术士看看。我来个嘴里剑，我还退呀！一口也浓痰吐出来。嘴里剑，你嘴里确实很贱。来个分身看看。等会儿，为什么是水剑龟不能在水里骑的？你在逗我啊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？我知道很久了。班杰拉能下水吗？班杰拉在高山，那为什么他会下水？哎，还刷了个新人死。我记得那个什么，固拉多可以下水的，而且在水底可以那个呼吸的。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搭？他是为了要战败那个要打败那个盖尔卡，所以才可以的。是不是在这里搭、啊？这边这个位置我看一下，中间找中间的位置，旁边都没有消导。为了发泄不满而全力攻击对手。亲密度越低，威力越大。这个东西，我看一下这边，我先找一个地方，你们先别急啊。哎，这个地方可以。说嘛，这个。这地方可以。来，八戒。哎，
你干啥？要挖多少泥土？我已经卡老弟，卡老弟你好，卡老弟。我在弄技能。哎，兄弟们，谁去做一个铁桶打桶岩浆过来？好像只有我身上有铁了。精密度83。你看是吧？你看铁地你有多少？有多少做多少个那个铁桶就打多少岩浆。岩浆的话在咱们家周围的那个道馆旁边有啊。我背包没这么足哎，我做了14个铁桶。哎，我去，这是。14个铁桶哥，你信了？突然之间，你能打多少就打多少，带过来啊！那行，我背包整理一下。这大概要多少组泥土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下面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，那就给六路吧，我觉得。这个技能牛逼！我的天，相当跳啊！黑宝贝，好了吗？黑宝贝，我14个桶，我还是做箱子轻背包，不要着急啊。你说我现在待在深海的区域，会不会来一条暴鲤龙直接把我给一口咬了，一口吃了？你想太多了。取材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还卡哥，你在干什么啊，卡哥？我在海岛。我的天，这神奇宝贝打个架真复杂。打个架好复杂呀，不爽快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好墨迹，溜了一圈175了，你妹呀！人呢？人呢？我待会在打龙江呢。我在挖泥巴，挖沙子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卡哥惩戒一番，把他给按在地上，给他倒龙江。哎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真的。再挖个坑是吧？嗯，我在就像他把咱们家房子里面那个秃头博士关起来一样，好变态哟！我觉得还不如把你关进去。卡哥怎么这么变态？又为属于变态了，要多少啊？来来来，你往水里倒，就这个地方了啊，倒不了。哦，对，没方块的话是倒不了的。对啊，来这边，这边我看从这里垫过去。清水，等会儿。清水。这个位置不行，哦、不行，还需要换一个位置。垫沙子是吧？先垫沙子是不是？我 TP 你。我觉得来我这个地方垫个平台好一点。你先垫位置吧。你先垫个。垫我这边好像卡到了。没有，我先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那个，我这旁边都有海岛啊。你要知道，我这是水中漫步。我告诉你，我有个地方就一点都没有，全都是水。我天哪，海底有村庄，你们来看一下吗？哪里啊？真的有吗？哪里是村庄？那个是那个啊？你确定是村庄吗？海底神殿吗？对啊，就是海底神殿啊，它都有那个守卫者的，你确定要过去啊？过去给你一个挖掘疲劳的效果。可以的，海皮一下。我的天，鱼你怎么到了一片大海域上来了？对啊，我还是卡哥，你下去，你过去给泥土给你。我没有水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水，谢谢神奇宝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你居然海底神殿，你居然会说是海底村庄，你也是个智障的更厉害的。很大，规模很大。哪边呀？雅尼，你那边有吗？对，我这边很宽。我天，666还是在水上啊！我这位置很宽，你看。哪里啊？周围，哎，这个位置就我刚刚找的那个位置啊。哇，我看到一只小蜜蜂。那这里可以了。我过我那个标记点去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你还会走位呀、啊、你，小子可以呀、啊。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了。你先垫个方块再叫我。哎，用错了。OK， 就这里。都是最宽的，最宽的。你那个位置我感觉是。在中间就行了吧，在中间吧。哟吼，这是我先找一个高点的地方，先垫方块。哎，这里可以、啊。风女王是什么鬼东西哦？旁边是雪山。我的天，化石翼龙。风女王是不是那个大阵风进化的？好像是。废话不多说，就是说。哎呀，这是。我的妈，就死了。来来来，一起过来帮忙。垫好了。好，我来了，先做个标记点，这个地方，海岛，垫沙子来了，这里啊，上面那一层垫沙子，对，我到龙江了，我到了，
别这样打，别这样打，我看一下想一个什么办法啊。可以，我的天，到岩浆的话我可以，可以到岩浆，到下面这一层，上面这一层也行，你直接从这里倒下去啊，可以吗？黑曜石出来了吗？没用啊，石头啊，哪里是黑曜石啊。哦，继续倒是不是？你先把那头岩浆收了、啊，分工每人都有。哎，不对啊，等会要炉窖。其水面一格的话，这个方法也不行啊。那你让我浪费这么多铁金，四十多个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挖矿的事情是交给你啊。我把你给烤了，今天要烤鱼吃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的，这里电。什么声音啊？咕噜咕噜咕噜的。到岩浆。浪费自己整了一个黑曜石出来了。黑曜石出来了。不是，这上面还有搭一层的木鱼，这上面还搭层搭泥巴那边。没有，直接面上那一层搭沙子就行了。还有搭沙子？我这完全没有理解到你们的构思。好像是在做一个祭坛召唤神奇宝贝一样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可以做个示范，我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这个意思。我怎么感觉今天晚上我们都在深海这边可能会出现神兽提示啊？又是什么那叫啥那个鸟飞的？那个什么拉蒂欧斯拉蒂拉斯？那这边就不用铺沙子了，木鱼。哪边？对，沙子不用铺了。死光头跑哪去了？直接铺泥巴啦，都是泥巴不给他铺起吗？我记得他们说那个就是下面那一层铺泥土，然后起水面的这一层铺那个沙子啊。那就泥土不要铺，别说泥土先别铺，不是铺下面那层。你们做个示范好不好？我真的有点不理解你们的意思。下面这层最下面那层是泥巴。老黑说泥土都铺了，你跟我说这个。怎么不理解意思？裤子都脱了，你居然跟我说 no， 你就给我看这个东西。你笨的，你是不是傻哟？下面没有方块的话，你直接垫沙子，沙子会沉下去的。哎，那死活他去哪了？我都没有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摆沙子呢？他们，对，没错，因为爱情。人工沙滩，没毛病。以前是有泥巴嘛，现在又变成沙滩了。没毛病。对，我铺了这么久的泥土，你居然跟我说 no， 还铺沙子，我挖。等于我们要先下去铺这一层的一个泥土了，下面的。哎，我的天。对啊，直接这样垫过来就行啦。你大爷的，去哪了？卡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卡哥，我们都在干活，你一个人就偷懒、啊。哎呦，他一般都是这样子。找那个回忆训练师、啊，刚才在这里突然消失了，去。找个蛇你，蛇皮。来了，您干点正事不？从哎，这谁弄了个黑曜石出来、啊？那肯定是小强干的，对不对？等会那怎么可能是我呢？你我没说是我啊，那肯定是小强干的、啊。这锅甩的，这锅甩的一百分。不想说话。这锅甩的造了一批。人强都不想理你，好吧？难受，难受吗？像，哎呦，哪？哎呦，卡个你个智障，一 TP 我就卡，滚犊子 ！Nice， 卡哥过来蹭 WiFi 的，蹭 WiFi。卡哥走到哪里都卡，昨那天我告诉你，我在直播呢，我告诉你，那突然网速就卡的不行不行的，然后我就然后呢，又是我的锅吗？没有，我趁着上厕所的机会，我就出去看了一下，啊、然后呢，发现一只土狗躺在那，然后我把那土狗给打死了，然后完了就好了。没毛病，没毛病，跟我有这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对啊，没跟你没关系啊，没说跟你有关系啊，跟你。那你刚一踢我干嘛？我说，我想提一下你不行啊，想你了。哎，这一边得要垫过来吧，鱼。哎，你累了。这一面啊。这还有两三个没垫上来啊？没有，你先把面上的那个沙子铺上，这下面泥土我来。
哇，谁要水？我录的是泥土啊，兄弟。这里有只成年的水箭龟。成年的还是那个 boss 啊？成年的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啊。我不要，我喜欢小小可爱的。对啊，你就喜欢你那个忍者小龟，那个未成年的忍者小龟，看着坐在人家身上都感觉是虐待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走，把这上面全部铺满，铺要铺多大？这黑曜石要挖掉啊！你弄出来就不管了。没事吧？一个不耽误东西的，咱们也没钻石镐啊。这铁镐，你挖爆它不就行了呗？好残忍。要不换手路吧？可以，这个事情交给卡哥好不好？卡哥，这平台真能刷的吗？哎、啊，我操、啊，这么难玩的？要不把稿子给我来吧？没，我有个方法，我先回家一趟。守路，老黑已经在练就黄金左右手了。根本没什么用，这手好像撸不掉的。应该撸得掉吧？撸久一些。撸不掉。哎，我录了一半了，你小心走过来。对了，你啥没有了？我看不到你了。我也看不见他。我刚好录一半了，然后你走过来一挡，完了，重新录。我看不到你了。来抢我们当这个。哎，家里面的一些木板呢？你们先垫着。还往前垫吗？铺宽一点，铺宽一点。现在长度的话差不多了，还宽一些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宽也很宽，宽跟长一样，这么行。啊，撸掉了。哎，用手撸掉的？哪用手？谁叫你这么笨呢、啊？用手撸。撸完了？撸掉了。哦，我还说等着我过，做一个活塞过去啊。不要这么复杂。没有啊，做个活塞可以直接把它推掉啊。我说不要这么复杂，哑铃直接用手都可以把它怼掉，他说。用那个石镐搞定的，啊，铁镐。哎，这里怎么刷了一只小强啊？小强。抓了一只龙吟小强出来。哦，对哦，我看一下，这样来垫应该方便一点。怎么了？黑鸡，你这欲言又止的感觉。卡哥好像掉了。卡哥掉了吗？对哦，应该是掉了吧。我都看不见。卡哥，你怎么不说话、啊？掉了吗？我掉了吗？掉了呀。哎，卡哥怎么不出声？卡哥，你在家吗？在家吗？在呀。哑铃别打我，哑铃。卡哥，哎，怎么你听见他说话了没有？他是不是歪歪没声音了？掉了。对啊，我也没听到声音啊。没听声音。对啊。可能是歪歪掉了吧？你们聋了。我去，掉下来了。喂。智障。卡哥，听不见你声音，卡哥。我这样垫不好垫，不好垫。你们都聋了。哎，我得过去一下，拿东西过来。这里怎么有艘船？哎，这是不是？那是沙子没拿过来，忘记拿过来了沙子啊。嘿，你怎么还做了艘船？这是、哎、沙子拿给我，沙子拿给我。箱子里面还有啊。不是，箱子里面没看到，我这里没看到了。就在旁边那个小沙岛那边。过来了，好像看是不是这边，已经刷那个训练师了。刷了一群小龙虾出来。哎，那不是刷了个光头吗？卡哥，你不知道过去啊？等一下，这里碰了一只闪光的呆呆兽。我刚还在纳闷去往这边走，关于这个闪光呆呆兽来选择攻击我。啊，好多螺丝啊，这边好多螺丝。螺丝？哇，这谁的船停在这边？开走！哇，刷满了，神奇宝贝已经刷满了，这是什么鬼？
用大一只43级的，看看是不是闪光的。来来来，老司机带上我。大力二，我差点就要转晕了。好像可以两个人坐一艘船。不坐。试一下。来来来，带你飞，带你飞。我感觉会。那可以可以坐呀，来强强强，带我飞，带我飞。啊、不要不要，哎，你坐上来了吗？哎，你是不是老司机啊？我来，来，你手上路来，你来，来上来。闪光的，你大一只跟不闪光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告诉我，大哥，来、啊、上船、啊。不闪光有什么区别吗？给这老黑翻出来，翻出来。看到啊，在哪、啊？直接右键一下就能上来了。你盯着哪看到你、啊？走，哎呦，你下船了吗？哎、沉了呀。你下船干嘛？一下船就会沉的，是不是刚？我听到老黑笑了，肯定是他刚刚撸了一下。这件事情就不再简单了，不需要解答了，好不好？一壳之灵。哎，这边刷了呀，凯哥，给你把铲子，你去撸沙子去了。是那个，一扑上他就会刷呀。给我铲子，给我一个铲子，我也去撸沙子，沙子给我铲子。我那铁锭全部做成这个桶了、啊，这个桶可以回收没有？给你们铲子哑铃在哪呢？我看不见你的这个人的。你丢了，丢地下了，丢地下了。我可以在你后旁边。我只有一把喽。丢了。我光是接铲、啊。还是我用过的，带有我的味道的。啊、煤炭味。撸些沙子去。有煤炭味。不是煤炭味，这个是男人味。这个是什么？模拟泥。这就简直就是个人造海岛嘛！这种东西能刷啥出来呀、啊？泥巴要不要？他必须得人工做的，就是。就和普你期待着看呗。我一开始要见到这个东西，我一听是他们说的，这个他们我就感觉有点慌慌的。我也有慌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心里面都很慌，好吧。就期待着看一看。如果是吧？如果没有不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我不是要背这个锅了。好像是老是背黑锅，简称老黑。你不要学我的话，创意一点好不好？我就说你的老帅了，我就是在说你。老黑的名字是这样解释的，叫做黑的老帅了。黑的老帅了。那叫黑老，不是老黑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今天不想笑，不要讲冷笑话给我听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这一听卡哥，你是不是？脑袋中间这还得铺泥土，字面上解释是不是脑袋被卡壳了的这一个智障哥是吧？智障一哥，还是对啊，来建一个那个建筑商嘛，直接买好的。建筑商，拿哦，你是说模拟都市吧？对啊，蛇呢？你大蛇背，大蛇背，哦，对，是有大蛇背。哎，我都没铁锭了，刚好还可以做一把。哦，我身上还有铝矿，可以做铝铲。哇，鸟边还有。哎呦，铝可以做铲呀，刷的。可以啊，铝铲的话好像比那个铁铲的那个耐久还高一点。晓得。速度呢？速度差不多。做一把吧，现场烧。哎，那里一只什么东西啊？在哪里见过你？我操，你们好像我都看不到了。我只看我没在啊，你绝逼是能看见我的。看你的。你看不到我啊？强，我在你旁边啊。我只看到小强。那我看不到雨跟亚宁了，刚还看得到雨的。每次 TP 来 TP 去的话，就有点就会那个了，变成这个问题了。我觉得今天会有什么大事发生。对，今天会有大事发生。我们都在干活，结果你一个人偷懒。嗯。你们人呢？没有了。哎，前面那个，我那个是小龙虾。我还得去挖沙贼。现在已经是那个第二天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等我。对啊，马上就晚上了，等晚上的话应该是会有惊喜的。哦对哦，差点忘记跟你们说了，我昨天直播的时候那个打了一只那个什么妙蛙花的 boss 给
给了一个这玩意儿。讲究图弹。你们 TP 吧，小强就这个，看到没？这是啥东西？龙蛋啊！对啊。我靠！666666。有个龙蛋、啊。还有这个讲究的东西，来，黑鸡给你，黑鸡。什么玩意啊？眼镜。讲究图弹。讲究眼镜啊。讲究个毛呢？讲究不讲究？带起来了，很讲究。真讲究。犹如自战。犹如自战。然后你身上还没有铲子了？没有，我这有。那边家里面我 TP 你吧。龙炉里面烧的这个铝锭，你自己做一把吧。帮我做一把。我丢沙子上了。五个铝锭了。只有一个啊？对啊。那哦，这边这么多铲子了，这里两个铲子丢在这里，你们都不要。然后你后面有人在跟着你。跟着我就跟着我，我知道他暗恋我很久了，但是我拒绝答应他。强，你要铲子吗？要，你在啊。我喜欢女的，她是个男的。看不到你。哦，是吗？泥巴还需不需要？泥巴。泥巴挖一点吧。哇，对面的海岛上刷那么多神奇宝贝，我这训练师已经刷了这么多了。只是说他刷训练师的吗？这个没有啊。我天，这铝锭哪有铁不是，这铝锹哪有那个铁锹这么好用哦？一下当然没铁锹好用啊，谁告诉你铁锹好用的？对啊，谁告诉你的？你刚才有个智障跟我说的。哪个智障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啊，你把龙蛋放在这干嘛？又不能孵化。送给你的。我不卡哥肯定会圈那个蛋。咬大是吧？这么大的蛋。没有，我估计这个龙蛋是他的那个什么雷蛋大的。对，没错，他就喜欢蛋。没毛病。还没雷蛋也没被抓到。哎，爆了。哇，这岛上刷了那么多。哎，我刚刚发现一个吐舌头的，这个吐舌头的什么珍珠贝、啊啊、珍珠贝。珍珠贝就是大蛇贝。歪死了，现在没闪光的这么多。 Hello 是带。哇，刷满了，哇，整个岛都是的。哪里啊？我感觉我旁边的海岛吗？我好像来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岛。我这个岛满岛都是的，醉了。我只看见一个小墙，然后那边方块就莫名其妙的多了起来。我在这里啊，你知道？哎，有个水晶鬼，看来只有大金鬼。现在我看到的人就只有老黑一个。沙雷黑又看不到我了。大金鬼先把他抓了先，大金鬼。看来沙雷黑又看不到我了。把他秒了，没有啊，被秒了，我去。看不到你还好，免得辣眼睛。那做好了可以偷袭老黑，没关系啊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你开心。那必须。哇，什么神奇宝贝都有，非常开心。这个小沙岛，哎，这什么鬼？三十一的简单双刃丸，双刃丸要不要？双刃丸，装逼的方式。什么时候玩？双刃丸是吧？对，双刃丸不是那个大金鬼吗？我为什么双刃丸进化会火腿肠，进化就成那个大金鬼啦。哦，应该这地形差不多大了吧？咱们搭的这个平面，我觉得也挺大了。对啊，不管行不行，哎呦，大工程啊！啊，刷出来了，把这边差泥土了。我看一下，再把这边把它哪个你是无聊呢？铺全铺过去啊！今天没秀，龙蛋不见了。凯哥天天都没有吃药的。哎，你别靠近龙蛋，我操！龙蛋感觉掉到水里面去了。龙蛋掉水里面去了，这还真掉水里去了。是不是你敲他？没事，没动他。还有不动他，他怎么可能自己会动？你们谁还有泥土啊？在铺呢，沙子我就身上有。来，给我点泥土啊！给我点泥土。我都不知道你在哪，你直接丢呗。哇，这多少个人在丢泥土？两个人在丢。哎，我说亲爱的雅尼，你能不能一组组的丢出来，不要这样一个个的丢啊。不是我丢的，体验减肥皂的快感。好的，是我。
我觉得一个一个丢真的很爽，感觉好像很有钱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很有戏的感觉，很有钱。你丢的是土哎，你是吃土吃土少年吗？没有，就感觉好像很任性，很有钱一样，可一组可以扔60多下。来来来来，你现在扔下那个钻石给我看看，扔钻石更加爽，感觉都是一样的。没泥土啦，咱们就是一些这些个。等晚上都是一些这训练师什么的。等晚上需要等晚上。刷下是居然带还到这里来想游泳，估计来打了他们呀。怼了他们呀。想游泳。对，咱们爆炸了平台，这地震游泳啊。哇，这个71级的拉普拉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龙虾小便也敢糟了哇，这么跳。我想把他们全部都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龙江，我身上还有4桶龙江。水晶龟，我天，那些暴鲤龙哎，很嚣张火。哎，他们暴鲤龙很嚣张火。哎，但是，哎呦，这种刷出来的暴鲤龙吗？他还有暴鲤龙的。啊、这个神奇宝贝是他的暴鲤龙啊。我是神奇宝贝的宝贝训练师啊，我以为是野生的。我怎么这么多那个呆河马、啊？我有治疗不？小倩熟了，你看。哎，知道兄弟，我的天，想干这种事情已经很久了。卡个人呢？你们饿了没有？卡个烧死了，要烧熟了。你饿了没有？智障啊！他的小巨鳄还没有烧死。好耐烧啊！哎，晚上了，静静的等着，看一下有没有提示。海星星啊，卡个史密斯，我没事啊，一点事都没有啊。史密斯，谁还有铲子啊？没了，我有铲子，我的爆掉了，还有两个自己两个。丢出来，看不到你了，你看得到我吗？鱼，你随便丢，我就在你旁边。丢了。啊，没铁了。我身上有铁啊。我在家。我天，刚是卡了吗？好像是。那我就在坐着，我坐着。哎，我有一个学习装置，带不了。带不了的，你拿在手中右键。等一下。这边要做个标记点吗？先卖点东西。先做一个标记点啊。特性胶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海上平台啊，海上平台啊，海中小岛。这么正式好不好？要起点梦幻的，叫做海上一大陆。又有30000多块钱了，简称海陆，还海天盛宴呢。这个可以，海天盛宴。你开启了，我海天酱油知道吗？知道。开启了之后是不是全部都会学，全部都会有经验？对。哇，这么方便了，帅！打训练师的感觉还是啥都没有刷呀，啥都没有啊，这边又插了火把，没有火把呀。哎，今天有毒吧？按道理来说，今天晚上是会出现提示的。毛线都没有啊？哪个？说的是他们哦。哪个毒王？要么就是不在海岛上。哪个毒王影响了我们的那个？哦，不脏了嘿。这个道馆好像很屌的样子啊。是吗？这个道馆感觉很屌的样子啊。看这什么道馆，这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雕像是什么？哎呦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雕像是什么？你们能不能出来啊？我跟小乔两个人好寂寞，都看不见人。哇，这道馆我的发有点好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70，哎呦我的天，71级的，我们俩就被决斗，我们两个是不是被遗忘在小岛上了？对啊、没有啊，我现在过去啊，实力担当 boss， 我看到一只绿毛龟，忍者老龟好不好？绿毛，你是忍者小龟，我是绿毛老黑。这边铺，你们身上还有沙子吧？有一点沙子身上有啊，我还有将近一组。
我的天，要不然那么牛逼你们？怎么了？这个矿洞的神奇宝贝怎么那么牛逼？你刚刚是不是 TP 八成一个一八成一个？你刚刚是不是 TP 我了？对啊，一过来被人撞着我，然后被他们笑话。你不看他们等级70级的好吧？71级的。没有58级啊。哎，难不成那个哦，这是跟那个挑战者有关系的。51级的，干了你。我的天，一巴掌一个把我的神奇宝贝全拍死了。拍得漂亮。等到这个黑夜过去吧，我看一下到底能刷出什么东西来。我去沙漠，你们看。我觉得我待会会被你们太阳。我还是要去刷。还是人家小强。我去沙漠看一下，一直默默不吭声的那里做事情。哎，没有我某些人啊。我感觉小伙伴们真的全都是些大骗子、大屁眼子、大骗子、大屁眼子。哦，母鱼感情，这就是从你嘴巴上说出来的是吧？是，那可以撤退了，撤退了。怎么啦？感情这句话是从你嘴巴说出来了。我就说那天我去玩个游戏，那小粉跟我说：“老黑，你这个大骗子、大屁眼子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鬼玩意？怎么啦？骗子跟大屁眼子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什么逻辑啊？原来是你这个蛇皮弄出来的，是不是？”没有，你先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这暴露什么了？这要语速快一点。大骗子、大屁眼子、大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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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。你想干啥？你告诉我。还是有区别好吗？怎么有区别？别耍。谁扑个死鱼是不是这里？进来。没了，没泥土了。我勒个去！哎，应该够大了，咱们这个平台已经搭这么大了。哎，这神奇宝贝全部被你们打死了，怎么只剩下三个了？被扫打死了，是没刷吧？好像。烧不死吧？哪没刷？好久没刷了，那里。可以、啊。两个睡莲，大哥，我也，我给自己洗个澡，不要理我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是吧？我走了，没有，我只是无聊想死而已。我走了。谁敢从大闯到我这里来？哎，这个智障，这个道馆可以的。沙漠里面看一下，转一下。这上面还有个什么鬼东西哦？实力担当，行吧，71级。没东西刷的话，咱们这边也别等了吧，估计神兽也不会出的。几个地形都去下人，你们几个地形都去下人。我的妈！我好疼啊！我们线下再挂机吧。挂机吧，行吧。可以。这旁边还有一个道馆，很漂亮的一个道馆，超级漂亮。有漂亮有什么用？又不是你的。打不过。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的黑哥，你要不这么淡然？淡然？怎么淡然？我都干成无聊，自己要烧死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别人帮我洗澡更加好。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哎，我的黑呀、啊！哦，已经看透了世界了。我的黑需要治疗。我天哪，全是岩浆的道馆。哇，我就居然还可以对话跟他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在。哎，我现在是不是还没资格挑战他？高深这边晃悠一圈看。挑战道馆吗？感情我跟强两个人是直接就是被遗忘在这里那个岛上去了。没有啊，谁遗忘你们了？哎，我刚刚在陪着你们啊。行吧，要不咱们这期就先到这里了吧。OK 吧，来 okay. 来这个高山结束看一下，看结束的时候能不能遇到提示。不要看了这个，看也没什么卵用。神秘道馆，今天有毒啊！今天，哇，这道馆有点屌。到底是谁的毒性这么强？目前我老黑、小强都见到，就看不到木鱼。好了，那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订阅我们哟。好，小伙伴们，如果视频有什么好建议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或者在弹幕里面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撒拉黑，你在干嘛呢？拜拜，我的黑已经是看破红尘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